爸爸下去找你了。怎样？你看他本人过来了，这样加我。那我要绿色的哦。那你给你是谁？给绿色的。虾子的味道好香哦，不要不用了，可是我觉得它好像有点脏。给你玩。就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你要不要玩这个？你要不要玩这个？你要玩这个？哎呦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你把手放在这里。你把手放在这里。就给妈妈。OK。嗯，那你先放，我们拿出来玩。五万。那东西是一个不错的玩具。嗯。交通。碰。碰。哦吼，没事没事，哦吼。碰一个。干。等你申请那个公司的统一应该别再有这国啊，再把你的开发票对不对？对我们一年要收你多少手续费？他不知道哎。碰。还不知道什么意思？基本的就是有5%的。五条就这样被你碰上。对啊，你才发票就有5%的营业税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个因为不大懂，就是这个成立一间公司有没有基本一定会磕到的基本税的。哇。比如说，就好像是你有那间公司，对对对，我。叫你才热。商行就是我们不用报税。那你跳。那所以你们不用开发票。不用，不用。哦，那不一样了。
你那是有算有开发票啊？你说开发票的又有两种，一个叫做行号，一个叫公司嘛，这意思嘛啊。啊，那个所以那个是从来不用开发票的，是不是？然后连包税都不用。哎，等一下先拿出来。那、啊、如果这个年报税不用，是因为你要开发票的关系，所以你才要那个嘛，成立行号就对了。那行号的话就有很多可以抵税的。哎呦，不见呢、欸，应该没听吧？比如说像你刚才讲的，假设你真的要买车的话，那个车就可以用公司的营业用车。好、哦，不建议。哎呦，你煮的、啊。好棒哦！那你拿去拆掉，拿去拆掉。是的。啊？我还以为安全牌，我这边玩打。我安全啊！贴我安全，贴我安全，贴我安全。我要安全，我还以为安全牌，可恶。我不要拆单牌。单牌。一个啦。吃不下去。还连装哦、啊，就要喂人家一下。连装就要喂。太贪心了啦！这样子有可能可以减去。都没有哎、欸。开心了，谢谢爸爸，开心哈、哦。还有睡吧。胖哥哥嘞？胖哥没来，胖哥回家过年了。哎呀，刚真的是太贪心了。不然早就抓庄了呢，真是的。哎呦！哎，那可以组很多图案呢。晚上听五八哦，会
吧？那我这次会不会放枪？不是啦，那猜对猜半天猜你那一对。你怎么用爬的？你的帽子有球球哎、欸，帽子有球球哦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哦，上来、哦，我就知道你用。拆成这一对了，就知道你用球球耶，球球啊，那种白皮啊，哎呀，丢。这个，哎，他怎么爬过去？去拿锤子。他的锤子。填一只啊！楼下被看见。听他那个声音就知道。你刚没听他处理笑，我以为是他在玩，正在努力中。哈哈哈。我原来挺有意思的。哈哈哈。哦。白痴呢。吃哦，所以不能吃呢。啊，吃了就放枪喽。三六吗？哈哈，狼虎。三六吗？哦，很冤枉哎。狼虎边章，我的比较贵。你啊，门清吗？门清边章，两台。